我是刚刚列车长的 F12 8月30号瑞芳站9:48出发的是403号车，苏宁发车进入北回线港花店的音绿色尾巴三分钟就把907区间快车。我的907圈快的403号在洛阳站停靠，以及2434能发车就3号加一了，8125小圈车。摄影上的车哦，在瑞芳站关闭车门，准备吃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本列车是2434，经由山线开往嘉定的圈圈车。均有停靠。907区间快车在瑞芳站时，拜拜。15:51再见，拜拜。